是我们流行音乐中心花的最高规格、最高价位的器材，就是我们一亿多的这个DMB 的沉浸式音响。那它可以让听众，你不管是坐在场馆内任何一个角落，其实你都可以听到非常平均围绕着你的这样子的声响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高雄走出第一步，这真的是我们可以非常骄傲的说，我们拥有最棒的这个音响设备，希望可以结合云嘉南高屏地区所有的音乐人才，让在地的这些音乐非常优秀的这些产业可以连接起来。那高雄的孩子也可以不用到台北去工作，在自己的家乡其实就可以从事有关于流行音乐的产业。在这个场馆的定位上，我们希望未来就像你在国乐台演唱会一样，你可以因为音乐